里面我们摘点这个生的柿子啊，回去腌了吃啊。 摘这个柿子回去，哇，腌起来啊，这个还生着。是的。摘点回去啊，老爸，我们摘点回去，这是生的啊。拔。哈哈。嗯。那是腌吧。一枚这个渣渣腌这个柿子啊，这个是我们大山里面的柿子，现在还生着啊，有点涩啊，我们腌起来就去的那种了。我们开做了这个，把这个一枚这个渣渣放进去，放进去凉。 然后放柿子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把这个柿子放进去啊，然后过几天就可以吃了。我们过几天再开吃，这个是还生了的柿子啊，这样子放进去，丰满了啊，满满了一罐了，看见没？过几天就可以开吃了。把这个盖子盖起来，我们今天可以开吃了。放点水，把它抬进去家里面。